不会修啊。这样，这边下。好，把你开。来，过线两百块。这条铁弄过来，你买的了。我看一下，他上面写智利鲑鱼，那个箱子旁边有写智利鲑鱼。那我来，继续来，那我来了吗？没有。秋尾蛇，突然有个秋，这个秋尾蛇。有短圈圈吗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啊。那个现在看的人数。这是香鱼。这个饼啊，香鱼。我们吃香鱼的无？香鱼啊，一箱了三公斤、五百斤啊，一斤小鱼好卖讲千两百，五斤开了就开一千啦。有想要吃死的人给我吃，我一箱啊，我唔管你吃一粒吃几粒啦，到底。哎呦，一千，一箱卖我一斤啊，就一斤两块，你五斤卖我开一千咩？八百了，我叫人家咩？八百，七八九的，五百块了去。香鱼什么来讲话？香鱼这水话，这下哪有香鱼是恁讲的？哪里？这讲话的，四百元了，三百了。哎呦！百个不要废话，我讲了。无想，伊无想要帮你落。伊讲你学袂背，我帮你落。唔使啊。公斤八块了，你背得上？比你还背得上哈？那你敢找你啊？四片五百，那个三片五百，七片一千。够切是啦。对，后切鳕鱼。够。M C 来切片啦，切是啦。够。五百。一对五百。五百万。他要去整理后面啦，他要去整理后面啦。我在。你家？我在。哈哈。谢谢喽。高高。对啊，会使啊，你着鲈鱼啊，鲈鱼啊，跟鲈鱼配在一起啊。那个是加州啊，那是金目鲈，七星鲈，金目鲈。柠檬鱼拢是用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上次有人说他吃过所有的鲈鱼，加州金目。这个跟宝石，他说他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这是大部分比较喜欢的口味。啊，其他的鲈鱼就油脂比较多一点，这个比较清淡一点。那再看你喜欢油脂多一点的，还是比较清淡一点。这个就是那个大部分人那个开刀都是吃这个啦。贵的，贵的，贵的。河没收了吗？收起来。姑姑早，姑姑早。现在是休息时间，那已经冲了两个小时了。我看一下，冲了两个小时。OK。
还要稍微轻松一点。鲈鱼怎么买？鲈鱼，哪一只？那个？这个？这两个不一样啊、哦，这个是七星鲈。这个对，这边也是一只100，一份500，一种海的，四片，这么龙鱼应该都是的呀、啊，海的，海的是多少钱？你要看看这种看到多少钱的海的。儿子今天没有小帮手，所以他要自己去整理后面。他没有小帮手，要自己整理后面。鲑鱼头，鲑鱼骨没有。鲑鱼头应该也被买掉了，没了。应该剩鲑鱼，应该剩这里跟后面那一点点。所以应该是这个跟后面的。剩下三条了吗？这个鲑鱼因为已经放出来了，它不是，它没有做生鱼片处理，所以这不能做生鱼片。你要做生鱼片，必须要低温无菌吧？就是那种生鱼片有自己的处理过程。小帮手在喝美，小帮手在喝美。强降的，不会输啊！跟老板讲，这三条全部卖给我。哦，三条他就300啊。一共三条就300啊，那没办法，别一线啊。啊，照改啊！你买几尾就是几尾拢是啊，那我切落就照改。要那三条吗？要这三条就是。阿松，第三条，第三架，我第三架。第二个啊，第二个。那250个，250哈，哦，那包起来250。等一下，等球给，直接一起，等球归于去。你们等一下，我现在处理现场的状况，你们自己先聊一下。小半鱼，哎，好点，你放啊放啊一点啊，就中中点，切点，像这个也有啊，大缸，就是他们是渔网这样捕起来，所以他们在挣扎的时候会经常到。哎，他那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吗？对啊，3500，7片1000，这一片一斤重啊，一片600克啦，一片600克啦，这鲑鱼。那个就是一片大概600克啊。老板，套球。一包。手机吗？看一下。这一只100，是算斤的。对，他没有称。是算斤的。没有，他们这边不是算斤的。对。200，这算是多少？没有给钱。可以卖吗？有没有给钱？有没有给钱？问一下。你们帮我看一下，比较快。
因为你们比较多人，帮我看一下，因为应该有拍到吧？耶啦，没有。结婚我爸，结婚喜帖。没有，天哪！对啊，有这个最好。对啊，这样就不会。繁衍。霸气的，哎，霸气的，好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谁要解决了？哎，有直播真的有差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不然这个、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七天不是一千吗？对啊，完全的。霸气的。哎，我把你，我把你们啊，哈。霸气的，霸气的。八八八哈哈哈，好，再给你多一点，再给你多一点。结婚我爸了，无啦，那我爹。安内在哈。结婚啦，结婚在屋里啊。龙哥早。有啦，给他看一下就知道了，给他看一下影片就知道了。对啊，那直播播下去就知道了。你可以回家了。这是四块五百。无啊多，无四块五百，因为这四块一整，这种计数都固定的，就是安尼。有啦。那有一种迄种一块五百，我食到袂。上面无客啊。伊刷今日无起来啊，今日无客。你讲诶，你爱食伊刷了？你讲食过？就阮迄个顺顺食菜，伊来买遐侪肉物件。哈哈哈。迄个歹食啦，迄个只，迄只袂歹食。啊，我今日无客伊刷啦。你给他弄帅气。你敢袂轻？喂，五百哦。五百几喂？三只，好不？三只。我只买袂少。袂少吧？袂少拢讲着个。我袂八百多哦。好啊。八百，八百。和美是休息了吗？和美是休息了吗？来吧，下。好啊。NG 啥？阿嫂，你的花枝刚开啊？拜托。花枝龙王清摊了，哇！厉害厉害！三千多公尺，
今天没有小鱼干，因为你看它现在的东西，你看一下后面哦，跟桌面的东西大概就剩这些了，大概就剩鲑鱼、花枝、巴西辣，还有桌面的东西。小鱼干好像一阵子没来，现在是布拉鱼，下面是布拉鱼，今天也没有布拉鱼，就是小鱼干大概有，我觉得它有超过三个礼拜没出现了，可能会是，通常会这样，就是最近小鱼干很贵，通常会这样子，没出现的东西就是最近很贵，要等到价格下来，他们才会拿来，不然他们拿给你，你没办法买。不阿姨煎什么？煎蛋对，对。阿姨五块啊，伊遐变做四块啊，这五块，五块，五块。五块。五跟人讲，他们做生意，因为他们做生意就是以相信客人为主。他、如果客人真的要那样子的话，就应该也不可能常来，就来一次两次，所以没什么关系。我知道你们会很生气啊，可是偶尔就是你知道嘛，做生意也会遇到什么样的客人。像我们以前做网咖，这样有客人做了一天一夜。然后还点东西吃，然后他说结账要走的时候再付，结果他说他要去出去抽烟就好了，所以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客人。我们做吃的，我们以前做餐厅也有啊，就是吃完以后就跑了。然后做网咖也有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就玩完以后签一千块就直接跑了。我会了呢。你套去玩了没？三只五百。三只五百。哎，几只啦？对啊，你剩一只一百。它有他们的系统还不错，中网的系统很好。主要是那个啦，那个红豆很厉害，红豆很厉害。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。干嘛？没有，没事。他说今天有一些人没有拿钱。又没给钱。要不讲？我刚才已经听到他们念很久。对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因为你过了就过了啦。他那边念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秒。对，他因为他站在他旁边啊。有啊，今天有，但是又变成地方。没，多多少少会有啦，但是我不能怎样，因为对啊，就是因为那边早这么早起来，然后弄这些东西来卖。有，会。对，对啊，可是没有当场看到的话，叫他拿的话，他走以后你没办法追了。而且因为有时候他们像那种，跟他们的时候那个窝蜂这样子，你没办法去看到他们。Thank you.
啊，红豆你敢看看？